走进这家位在基隆地标最高大楼里面的餐酒馆，不但灯光美，气氛佳，餐厅主打的招牌餐点更吸引四位型男士议员庄敬胜、童子伟、林敏勋以及林佩祥难得聚在一起吃美食餐点，不但料好实在，连餐点的名字也都取得下下叫，与众不同，包括小庄议员点的离岸战火小卷墨鱼炖饭。哦，这墨鱼哦，一吃就知道是我们万木山本港的哦，真是好吃哦，而且这个墨鱼炖饭哦，煮得非常烹调的非常的好哦，像咱台湾人讲的哈，鸡鹅的煲，它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啊，值得大家一起来品尝。子伟议员指定的卡玛店之一鲜虾奶油意大利面，鲜虾是来自于我们北台湾最大鱼市场卡玛店的这个主产，它让这个意大利面完美的融合在里面。然后我们这个意大利面呢，跟奶油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在厨师的巧手之下很绝妙的组合，所以我想来到这家餐厅绝对物超所值，欢迎大家一起前来。敏勋议员喜爱的皇室狩猎松露鸡腿奶油炖饭，那刚才第一口咬下去这个松露啊，我刚才偷偷问了一下老板，是来自克罗埃西亚哈进口的松露，那真的是这道真的是一个高贵不贵的料理哈，那非常是价格很亲民，但是那个吃起来是非常高贵的一个享受，那尤其是这个鸡腿一吃下去那个鲜嫩的感觉都跑了出来。佩祥副议长最爱的无味的抗拒牛小排，我们这边的牛肉是用 US Choice， 也就是在台北像是五星级饭店主要用的牛肉，那不过在五星级饭店，在台北的五星级饭店，他们用的牛肉通常12盎司，他们会做两人份，而他们做的摆盘也好，还是他们的配菜精致度差不多跟这边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我们今天在美式运动酒吧这边所吃到的价格是相当于台北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这是一个绝对是个物廉价美的好地方。或许不少人以为餐酒馆就只是卖美酒的地方，其实不然，餐厅营造的气氛除了适合享受美食之外，坐在吧台点杯无酒精饮料，和好友们聊聊天，放松自己，同样很帅很美丽。如果再加点餐厅的豪华炸物拼盘，享受独家外酥内软25公分长的炸透抽，就更加享受人生了。基隆的海鲜就是以它的新鲜，因为它的产地，那我们拥有套丢是用25公分大的一个套丢，那其实我们其实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新鲜的套丢、现流的套丢跟冷冻的套丢，它其实价差是大概有3倍之多。酒不醉人人自醉，来这家餐酒馆不用喝酒，光是享用美食餐点就有这样的感觉。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